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美女，我家小孩发高烧，我赶时间，车我就不帮你往小区进了啊。哎，你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差评。 你怎么开车的你？下车！不是，我车都还没开呢，怎么就撞了你了？呀，你这是喝酒了呢？行，你等着进去吧。别呀，大哥，咱们私聊行吗？20000？你这什么呀？要20000？不给是吧？ 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姐姐，等一下。哎，小朋友，怎么了？他的辫子，他在刚刚的那个人是一伙的。瞎说什么呢，小屁孩！这位阿姨，他刚刚坐上车，你这胖子也太巧了吧！科技叔叔，你出来太早了。 小朋友，谢谢你了。阿姨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千万不要报警。